亲爱的同志们，志愿军英雄们，我代表毛主席，热烈的欢迎你们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。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，是保卫和平、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。 你们以超人的勇气、智慧和胆魄，创造了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战争奇迹，打出了我们新中国的国威、人民军队的军威。事实证明，一个觉醒了的、敢于为祖国的光荣、独立。 和安全而战斗的民族，是不可战胜的。这第一杯酒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干杯！为祖国干杯！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。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。在这场战争中，涌现出了30万英雄功臣和6000个功臣集体，他们无愧为我们中华民族的。 优秀的儿女，这第二杯酒，为我们的英雄干杯！为英雄干杯！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，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，做出了巨大。 贡献，极大的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，极大的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的正义斗争。这第三杯酒，为世界和平干杯！ 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喝的是最好的茅台，你们尽情的喝，敞开的喝。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，报得名，为祖国。